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高雄大智教具的大智先生，今天我们再来介绍一把非常实用以及好用的手杆。好、哦、这一把、哦、各位可以看见邦腾、哦、顶峰。那这一把钓竿呢有一些特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一把钓竿是外销款的，是外销到那个对岸中国的，所以、哦、它这个手把上面有那个对岸中国的那个盘商的那个名字，因为他们要求要印上去。不过各位没有关系，这一把确确实实是台湾邦腾的，而且它是外销的，品质真的不错。我们来介绍一下。好，那这个哈、哦，其实哦有十，我告诉先生，我现货是12尺啊，15尺哈、哦，哎被我卖掉了，可是我在叫不到还有没有货，就因为这个货其实不多。好、哦，那12尺的部分呢，各位可以看到哈、哦，它的定价哈、哦、是2000尺，它的定价是2000尺。好、哦。那定价2000尺，那跟我买有一点点优惠，有一点点优惠。然后这个东西呢，它是，如果要寄的话，就要寄这么长，应该要寄邮局宅配，哦，运费是100块，买一支跟买100支运费都是100块，可以，所以可以约朋友一起购买，省一下运费。然后它这个拿出来哈、哦、是怎么样的？那我们抽出来看看哈、哦，这个钓竿金穗真很漂亮哦，来。各位可以看见上面这个塞子哈、哦，哦，是一个木头的塞子，木头的塞子。这里有一个小技巧，如果钓完的话，塞子先不要塞，让它的水汽完全干之后，你再给它塞起来。那下面的涂装是这样子，哦，这，哦，下面的涂装是这样子，各位可以看见，真水，哦，很漂亮哦，2000多块而已，但是物件真正真水，哦，下面是这样子。哦，外销款的加税，哦，对，这个是下面这里是缠线，缠线，哦，下面缠线，然后这个是一个收缩膜，因为新的我们没有给它拆掉，是一个收缩膜，哦，是一个收缩膜，哦，然后它抽出来是什么样子呢？来，我们抽抽看。这个大概几 H 呢？嗯，大概是6H 左右哦，这样子抽出来这个第二节哦，一样是这个涂装哦，然后再抽，一样是这个涂装哦，再抽哦，这个就本节的。那整体感是这样子，蛮漂亮的，很典雅，很典雅。哦，有那种很传统的福寿手杆的那种风味在。那我们来钓一颗2两的铅哈、哦，来，我们钓一颗二两的铅。哦，2两，这是2两。各位如果想要知道这只手杆到底多软多硬哈、哦，你可以在家里面自己拿一颗2两的铅，钓具行哦，随便买都有2两的铅，你给它钓上去之后。如果你的手杆钓2两的铅比这一只凹吼，那就表示说你那一只手杆吼，比这一只吼还要软一些。那如果钓下去哦，把2两的铅钓上去之后，你钓的那一只手杆吼比这一只不凹，就表示说吼，你那一只这一只手杆比你现在拿的那一只还要软一些。来，各位，钓2两的铅是这样子，哦，钓2两的铅是这样子，来给我拍，来我们。请摄影师帮我们拿着，我拍给你们看。2两的铅钓上去是这样子，各位，这种感觉，这种这个钓竿呢，其实是拿起来真的很轻哦，蛮轻的。我看一下它上面写有没有写重量，它的标准自重哈、哦、是100克啊，写在这里啊，100克而已，100克，哦，3米6的100克，哦，然后先径是1.3，圆径是15.5。哦，所以它这个还蛮细身的，各位可以看见哦，它大概比我的小，大概我的这个无名指这么粗了，无名指这么粗，哦，比我的小拇指粗一点点，然后还蛮好看的。这一把如果说有在钓福寿鱼，想要学钓福寿鱼的初学者哦，这一把大智先生真的还蛮介绍的，因为这一把手杆它本身样式哦，真的不错。哦，很好看，而且细身，而且不会太硬，也不会太软。有一些手杆太硬不好用，有一些手杆太软
也不好用。各位刚刚这个吊二郎，各位可以看见他的腰身吼非常有力，非常有力。好，那这个要怎么买呢？这个要买的话，你就加我的 LINE 吼 ，LINE 的 ID 0980217692，我们 LINE 的回复时间吼是下午3:30。跟到晚上9:10，星期一到星期六跟我们店面的营业时间是一样的。加了之后，你金融他之后呢，回复你的是大师先生，我本人亲自为你服务。然后左手边那一边呢，有那个脸书的粉丝团，也可以加。加了之后呢，有各种资讯可以在上面，也可以直接在 YouTube 呢，搜寻高雄大师教具，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影片可以看。然后你可以找到那一个频道叫做南丁格哦，男生的男，按下去之后呢，那个小铃铛给他点下去，订阅一下哦，有新的影片就会通知你。来摄影师绕一绕，我们是实体店面，跟我们买东西哈、哦、有保障，实体店面边环绕的地方啦。日后想要维修，还是需要不小心弄坏了要叫结束，都有的叫结束，尤其这个是邦腾台湾做的，都有结束哦，各位可以放心哦，实体店面。来，实体店面在这边哦，实体店面。那这个现货是12尺、15尺，不知道还有没有货，也不晓得，我要再叫叫看，因为这个大志先生有固定的在卖这一支，还蛮好卖的，是一把非常不错的捕兽手杆，真的。好，各位有任何问题传来直接叮咚我，然后你有跟大志先生买比较价格比较高的，就是金额比较大一点点的商品，例如说手杆啊、卷烟器啊，都可以开启 LINE 的 VIP 服务，就是说你可以传 LINE 跟我约时间，叮咚我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开启 LINE 的一对一真人教学，任何问题都可以问，让你问到你懂为止，你懂为止。各位这样知道了没有？这是我们卖东西，我们虽然没有卖的说比别人便宜很多，可是我们的知识服务的确都比人家好很多。各位今天就讲到这里了，谢谢各位。